一天只吃苏珊。早上起床，把扣肉放在模具里，做一个扣肉冰棍，早餐就是个扣肉冰棍。到了中午，把煮好的小龙虾放在模具里，做一个小龙虾冰棍，午餐就是个小龙虾冰棍。到了晚上，雪糕放在石板上，撒上辣椒，做个烤瓦片雪糕，晚餐就是个烤瓦片雪糕。Thank you。又是冰冰的一天。啊！老公，我来打碎了。捡牙门可不想好人。点牙们可不想好人呐！看是叫的还是什么宝贝？快点仔！